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是马拉基书三章十节的话语，这个是讲到有关十一奉献的事情。我们知道，在那段经节里面，神鼓励我们要十一奉献，因为神会为我们把这个天上的窗打开，把这个福气赐福给我们，而且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。在我过去的这么段的时间里面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恩典。当你在做的时候，往往神给你的一些的回应是超过你的所求所想，你所付出的越多，你所给的越多，神的祝福就是真的越多。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领受到神的恩典是如此。所以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，你就去行动，不要害怕，你会得到超乎你预期的一些收获。